2020東京奧運會將於7月23日開幕 ，TVB 將會全程直播。今日記者會一眾藝員及各項運動評述員齊集，氣氛高漲。咁啊，我哋全程奧運咧，就大家係全部心情一齊去面對奧運啦，代表住我哋全香港全城一齊睇。我哋都會咧係舉行我哋 TVB 嘅明星運動會啊，希望咧我哋所有藝人爭五嚇。力申同霆锋系运动健将，坤哥同阿渣周奕伟就系日本通，佢哋全部都已经 ready。头先阿志伟哥讲嗰啲明星奥运会啊，系嘛运动报咗名嚟先，我梗系报咗名啊，我梗系净系游水啦，游水好似系大项目嚟，我听讲好似。咁冇人敢参加噶，罗小峰你参加咗嘅话系咯，能够喺我后边攞第二都系光荣嚟噶。其他人咧會唔會話即係最中意邊一 part 咁樣咧？開幕式，係中意開幕式個運動喎。喂，好精彩㗎！每一年即係奧運，其實其中一個諗大家追住睇嘅都係開幕典禮啦。咁之前當然今年因為疫情關係，相信會有一個不一樣嘅開幕式，但係都期待嘅。做主持其中一個 checklist 咧，就好希望做到呢個奧運。即係今年有機會，我覺得係非常非常之開心啊！以前我入行其實我係坐喺個廠度做 live， 只係前輩嚟嘅啫。哎呀 ，TVB 八嘅前輩，我而家要跟翻佢哋學嘢啊！今次咧做呢個奧運主持咧，得一個目的嘅啫，就係同方力申一齊做 live。喂，你唔記得佢串咩？唔係，我淨係希望可以令到佢重現翻個無奈嗰個樣啊！即係17年前嗰個樣咧，我希望佢可以喺 live 嘅時候咧呈現翻啊！如果今次做奧運咧，已經係我第四屆參與做主持，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好有意義嘅，好希望我哋可以順利舉行啊！係啊，好勁啊！最大師姐嗰個喺呢度，好似話有個明星運動會喎，你哋會唔會 join 先？會啊會啊，我已經咧即係睇緊啲項目咧揀緊㗎啦，團體賽啊，冬將啊，如果有啲咩接力賽啊嗰啲，啊正啊，加油啊！